围绕地球，地球在太阳的系统里头鼓走了一圈，十一年，叫做一周天。这个周天当中七的数字，七分钟，现在讲七个钟头，七天，七个月，七年，非常大的关系，跟大家说到有绝对的关系。打坐修持，我们再慢慢介绍，先告诉大家，这都是中国文化的要点，很基本的道理。所以这个第二点，下诸位介绍打七这个七天的重要。后代的禅宗用打七，禅宗啊用了打七是什么呢？啊，禅宗从唐代妈祖白丈以后慢慢形成了禅堂，禅堂里头大家常年都在那里参禅修道。什么叫参禅？我等一下要介绍，要求悟道都大部分一辈子住在禅堂里头，老死在这个里头没有悟道的。古人四个字，如马如鼠啊，这四个字形容好漂亮的字，骂人骂得好严重哦。修佛修道的那么多，像农田里的马，像稻米那么多，反正修道人那么多，成功的一个都没有。是什么？是马如鼠鼠那么多。那么因为禅堂里头出家的那么多啊，我当年看到的和有许多人打坐坐在那里好好的啊，坐得好得很，可以一天都不动哦。你看在那干什么？还不是无想定哦，睡觉，打坐睡觉呢，传你们一个好秘法密宗，注意啊！要睡觉呢，给师傅看见你很用功，两个肩膀一端，把头一架上来，尽管睡。你不会这个，一打坐声，就给师傅看出来了。哎，睡得很稳，可以睡一辈子哈。将来老和尚修这个禅堂啊，你们。套单住在这里，啊，天天打坐，就在睡觉了。因此，后来就是年里到了冬天的赌球啊，就禅堂人打起，一天连绵的训练，啊，这个叫打起，禅宗里头开始。所以我老和尚为了你们年轻人发心修个啊化缘，我们李居士们出功德啊，将来都慢慢再说。修了一个禅堂，他要打起。哎呀，你看你们这些老修行前辈子都在禅堂里做了八九十年，现在刚刚才来了。啊，当年的老书生腿子都没有练好，打个什么气呀、打一都不能打，还不要是打气。所以打气的道理是这样。后来有各种各样的打气了，修净土的人打佛七，七天念佛啊。那么其他的人摆正恰的也用七天，各种各样都是禅宗里头来的。真正的禅堂，真正的打气，等到慢慢跟你介绍，这些都知识问题。那么老和尚提出来了以后，触动了我一个感想，所以我告诉老和尚，你打你的气，你要我来讲啊，
我要改名字，这个老和尚这个人就高明啊，那没有话讲，你说什么他都对，哎，啊，那当然你要这么改就这么改，别的老和尚做不到的，啊，这个和尚老了，那个脑子在反顽固啊，比山门外那个石狮子还厉害，动不了的。嘿，这位老和尚，原用无碍，你说什么就怎么做。那只要你来，哎，这就给他拴住了，这帮我也拴了，那就给他拴起来了。我叫做这一次的研究叫做生命科学与实修实践的研究，所以不叫做大气。如果打气，我不能够这样跟你们讲了。打坐精神，精神打坐，那是另一套方法了。啊，所以你们注意啊，不要参加了半天这一次，将来出去说，南普陀这一次妙老主持打气，从哪一个糟老头子，那个生南啊生北的，那个搞不清楚东南西北的，来乱讲一灯啊，这就讲错了。我们没有打气啊，是生命科学与禅修，错了，写错了，禅宗的禅，禅修实践念咒，这是这个题目。好，我们现在本题来了啊，慢慢来啊。你好的，两腿不大听命令了吧？有一点消息了啊，所谓消息在这个腿开始有一点难受起来了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这样，赶快放开，等一下再来。嗯，先想硬撑下就想住啊，十分钟就回到禅堂，那要的大小方便快去，十分钟啊。为什么叫生命的科学？我们一句话下一个简单的答复，真正的佛法，又就是真正中国儒释道三家综合的文化，都是讲个生命的科学。因为前几年大陆有几位科学家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，他们这个流行这个气功，哈，我就笑，我说我们中国的宝贝多得很啊，气功算什么？我说你们不知道，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玩过的。第一步是武功，练武功。武功练好了，进一步练气功，气功练好了，再进一步道功，道功练好了，进一步禅功。这是传统的中国的东西哦，但是禅包括了佛家、道家了。光讲气功，有许多人练气功来问我，哦，这个气属丹田，我说你是为丹田，下丹田在肚脐下面一乘三番，道家讲的啊，中丹田来两男女的两个乳房的中间，上丹田在每属那个丹田啊，就是上丹田、中丹田、下丹田，把气属哪个地方好？我说不要瞎搞了，这些东西。我从年轻玩起，告诉你们，尤其女性
不要随便开始手下丹田啊，不到某一步功夫不能随便手下丹田啊，女生很严重哦，啊，搞得不好就会血崩哦，啊，男生也有问题的。他是气手那个丹田，我说你丹田是什么你也不懂，乱说，只晓得这三个什么叫丹田了。我说我问你，我们人体啊是个脾做的啊，这个脾啊像尼龙袋一样，里头装那些肉，里头肉嘛把它捏弄来变成心肝脾肺肾，装在里头每一个地方有通道有空路的，你吸一口气把它憋在那个肚脐眼下面那个地方就留住了。嗯，有感觉啊，你嗯嗯这是，我说好，你拿个棍子打我的小肚子我绝对不怕啊，我还真可以不怕。我这个也不是气，你也不懂。我问你，你看那个汽车轮胎啊，一个气胎，你把它打气打进，那个气打进去了以后，叫那个气留在中丹田不动，啊，轮胎做得到吗？做不做得到？那个气进来边买一个袋子都满的嘛，哪里会停留？停留在那个上丹田、中丹田，那就是癌症。那个气嘛。空的嘛，那会一直停留在那里啊？那个停留在那里是你的感觉嘛？不要下去了。而且你把那个留在那里干什么呢？就什么用啊？还免得家里不要买瓦斯了，啊，就把肚脐放个气，瓦斯饭都就开了，没有这回事嘛，啊？所以你气功练得再好，我也治病。我说会呀、啊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是讲道理，不是批评气功不对啊。要后面还有文章的，哎，我说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会，但是我不愿意玩这个花样，帮助一下，减轻一下痛苦，有一点帮助有的，是根本就会治好。对不起，你看所有统计下来。啊，给气功治疗过的有好处没有？绝对有好处。把病治好了没有？该抬的抬起走，该爬的还是爬出去，啊，该躺在那里的躺直了的就躺直了。医不好的，不要说气功，我常常在医学大学，在台湾国防医学院到处讲的。我说你们中医西医两边不要争好不好，因为我外行可以讲啊，我们这里好多大医师在这里都是专科啊大博士，等一下慢慢跟你介绍。我当年讲他们不管是西医中医都治不好病的，我在台上也讲就乱讲啊，西医治不好是中国人两句老话，药医不使病，服毒有缘人，不管你中医西医那个医药，那个不死的病嘛，自然给你治好嘛，他本来不死嘛，那个该死的病你药你中医西医束手无策，收药医不死病，服毒有缘人，跟你那个无缘。你说譬如我们那个北京这些老朋友，我的老朋友，我们有缘嘛，哎，所以哄来就好玩了，你无缘他就不听你那一套的，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说中医西医假是医的好病，世界上人就不会死了。哎，你们照样的照旧的医，他们照样的死，该死的病治不好的。所以讲到人体的科学，讲的。哎，后来这些朋友我谈，我说对不起，你们真正我愿意帮助你们搞出来中国文化的科学是要发明了，我说改个名字叫什么啊，生命科学，或者生命物理。哦，这几个大科学家一听听我这样一讲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太好了，可是我还没开动呢。生命是包括了一切，
真正的佛法是生命的科学。大家不要给宗教外衣困住了，太可惜了。时代到了现在，这个生命科学只有这一套东西，在今天我们自己中国人来说，只有我们中国一路领先的。这句话我自己讲了，我负责。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，外面的西方的科学文明只能做主宰，可惜呢，我们自己中国这个文化有啊，都在那个仓库里头啊，都在古书里头啊，你们年轻人也看不懂，白话文入手的啊，这两个字都写的东倒西歪的，文章呢做的是青蛙跳井，不通不通，那个古书怎么都得懂嘛，那个仓库打不开呀、啊。生命科学这个，我们生命存在着很多问题，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一个都是科学家，每个是哲学家，每一个宗教家，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活到怎么会来投生。你当时这脚踏做爸爸做妈妈，你在那里认识下来主意要他做爸爸妈妈的，不知道来的，自己为什么会来变一个人，不知道啊。这个天地怎么来的，宇宙万物怎么来的，太阳那一天了，西方的宗教家解释上帝叫他的样子造那个天地，哎，我是谁造那个上帝的，总有个外婆吧，啊，如果上帝是外婆生的，上帝的那个外外婆又是谁啊，一路追下去追到底追不出来的了。所以宗教家就是说，宗教家比我们那个老朋友尊师重地还重要，谢罪参观，你不准问，信就得证。我是信你的，你总让我看一看好不好，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宗教是不让你看的哦。哦，所以你们佛不是宗教啊，你们把佛教也当成这样玩的话，那是佛教的罪人哦。我还顺便跟你介绍，对不起啊，我先磕头向你们诸位。清朝有个名士郑板桥讲了这句话，把三教的徒弟们都骂了。他是和尚释迦之罪人，道士老子之罪人，秀才孔子之罪人啊。郑板桥说的啊啊，这个话我现在为什么应用他的话，所以你们把佛法真正的奥义不拿出来，变成一个宗教的迷信的形式的话，那变成佛释迦牟尼佛的罪人了啊。释迦之罪人啊，是要写正楷的啊。这个真正的佛法是个大科学，说我们这个宇宙怎么来的，人怎么样下来活到了以后，我的命运跟你那个怎么不同，你的命运为什么如此，为什么要死掉，这个是生命的道理，这个就是生命的科学。那么我们打坐修道懂这个生命的关系，统统从这个问题来啊。现在我们把生命科学要正式上路拿出来，这个大概这个问题讲过了，基础打好，我们才告诉大家怎么打坐，怎么做功夫了啊。
现在不是我说的，生命科学府说的啊。我还是老话，很多老朋友同学都听过我讲了好几次了，现在我们重复。我们一个人生下来活在世界上有四个阶段，生老病死谁都免不了啊，生老病死。释迦牟尼佛我们本师当年为什么要出家，就是为了这四个问题。人为什么生两个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一起，为什么要生出一个人来啊？鸡为什么生出蛋来，蛋里头又变成鸡来？如果有一个人做主的老板的话，有个主宰的话，你生了就好了嘛，不要人家死嘛，生了为什么也要他死呢？都很奇怪的事啊，就是生命的奥秘。生了必定是老，必定有病，必定死亡，生老病死。释迦牟尼佛为了这个跑去出家，要跳出这个范围，对不住啊，今天我们真正给服了的，要请他老人家加倍，我们要懂得。他呢活了81岁也走了。哎，你是解决了问题，如果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位大老师在这里，我一定问他，哎，你老人家为了这个19岁跑出去出家，为了解决问题，你不是正在菩提大彻大悟了，为什么你81岁也走了呢？是不是一个问题啊？这是科学问题哦，讲宗教就不能不敢这样讲哦。释迦牟尼佛自己有答案给你啊，可是大家不知道啊，修复半天都没有找出来啊。所以古人要说生其疾啊，叫生家学，宋朝一个啊大文豪，又是大军事家，又是个大侠开，又是个大忠臣，很有名的，我们山东的老侠。那他爱喝酒啊，他就写了几句话，他说他怎么讲呢，讲到府的时候，不饮便铿锵，富家是戒酒的啊，不准喝酒。如果不饮不喝酒就健康的话，富寿数千百，那释迦牟尼佛活1000岁，活100岁，他81年入涅槃，可是释迦牟尼佛活到81岁就走了，七正杯中无物，我还是喝我的。很有道理啊，所以郑板桥啊也讲过这个话。郑板桥怎么讲呢？酒能养肾，喝酒能够保养的养，肾成的肾，仙家饮子，修道的人修神仙的喝。福的战略本来没有在酒的，因为一位比丘啊喝了酒糊涂了，犯了很多债，后来下命令再把它债掉，所以这个债不是圣债，是戒债，方便之债，是吧？这个就能养肾，先加饮子，养肾先加饮子，就能乱肾，富家寨子。啊，福曼认为喝酒并不妨碍什么的，可是会乱肾的。他我呢，我在正板上说着，有酒学仙，无酒就学佛。
你看他这个多他的方便、啊、他有酒喝的话我说道家别省事，没有酒喝的话我说佛家出家了盖酒，你看他两头都占了，这是笑话顺便讲过来的啊。所以讲到佛既然说为了了生老病死了，结果为什么81岁走了？人的生命是不是有自己可以做主使他活到呢？好、哦，古书上很多，现在没哈。啊，好、哦，你们不知道，当年我学佛学道的时候，常常碰到人说：“你不知道我那个师父啊，300岁了。”在哪里？在某一个地方，反正乱扯一顿很多。你看道家的书，正巧那个袍婆子说啊，他是道家的人啊，在乱。袍婆子是国红啊，是神仙。他那个书呢，就说修道的人啊，扯谎话，乱扯的很多。他还亲自看到过有一个老先生啊，是活了，哎呦，这个。正巧到活了800多岁了啊！他这个人跟袍婆子讲，孔子生的时候啊，他的妈妈抱到我就抱过他，而且我还摸摸他的头，你将来一定做圣人。那个从古到今扯谎的人很多的，啊，所以讲生命这个东西。生老病死怎么样去解决它？又在禅宗标榜参禅是了生死，生死怎么了、啊、我们先拿自己来念咒。一般人修佛都想打坐身体健康的和强的，为什么金刚经常叫我们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？不要认为修了佛以后寿命是无量无边，永远活下去，这个观念是要拿掉。事实上，我们念金刚经，念是念，绝对相信，念到无寿者相的时候啊，老实讲，我们。嘴里是念，心里不干呢，还是要受灾相啊，都会的啊。你看你们翻开咒的咒本的金刚经啊，上面两个结子是唐朝那个女皇帝武则天做的啊，金刚不坏身，愿复开为命。为名啊，我一下也记不得了，啊，你记得吗？你记得你写，这些好学生比我老多了呢，老师不会，他一定记不得。啊，不是，也可以，这个也是无极天，无量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得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载如来真实义，这个也是无极天写的。啊，每本金刚经上面都印，啊，什么金刚不坏身啊，啊，五个字一句的，想起来就告诉你们，没关系，不是我们的本题啊。金刚经里要提到五寿者相。好，我们现在就科学念咒啊。先介绍。我们倒转来啊，生与死的问题，人怎么死的？只讲人啊，千万注意啊，就这个科学不是我说的，都是佛经上有的，可惜你们读的佛书佛经里头没有找出来啊，我现在帮你们好好找出来，将来还是要你们自己去念咒的啊。我们这个人啊，一生下来就死掉了，你信不信？你绝不信。
道家有一个人讲得别服，讲得痛快，庄子。庄子道家了，庄子在道教里头，这本书不叫庄子啊，叫南华经。老子这本书在道教里头叫道德经，庄子叫南华经啊。那个列子这本书在道教里头叫清虚经，是道家的三经，重点的三经。庄子怎么说呢？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啊。他说当一个人的生命，宇宙万物的生命，当你刚刚生出来，那个时候就是死亡的开始。方生就方死，你刚刚生的时候就是死亡的开始啊！你认为是死亡的时候、啊、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，是方生方。庄子在别个地方要借用孔子告诉他的大弟子颜回一句话啊，孔子就没告诉颜回，传道给他的大弟子回也，这颜回的名字叫啊，回也，交笔非垢，就这么一句话。你看，我现在带领你们，刺激你们年轻的同学们，好好学国文啊！国文学不好，你念着腐朽中国文化，影子都没有。怎么叫交笔非垢呢？好，我们两个对面走过来啊，你走过来，我走过去。两个人走到一排的时候，两个膀子靠都没有靠，两个膀子靠一下，你想这一头走，我想那一头走，你的原来的这一刹那，两个膀子靠在一起已经没有了，就要过去了，是交笔非垢啊，就两个手那么掐一下，一下就没有，就扶说的诸行无常，世界上一切的东西没有一个永恒的存在。佛法叫做无常，我们中国这文化已经叫做变化。哎，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变，没有一分一秒不变，没有一件事不变的，所以它无常，不是永恒存在的。这个生命是方生方死，当我们一岁的时候已经老了，比你生下妈妈生就满月的时候老得多了，当我们十岁的时候比两三岁已经老多了，是每一天都在小死亡，今天的不是昨天的，明天的也不是今天的，都在死亡，即使在死亡。现在我告诉你啊，哎，我常常问人，你看那个生过孩子的太太们都知道，那个婴儿生下来，有些人做过爸爸的都不大负责任的了，很少看孩子的。哎，你那个婴儿躺在床上玩什么你知道吗？哎，有些人大概知道，婴儿两个手不大动的，那个指头是这样抓到的，大指头放在里头，所以道家后来打坐啊，就用这个手印叫做握骨，婴儿这个指头放里头的，很少有婴儿这样的，这个婴儿也是健康有问题，大部分是这样，都是放里头的。婴儿在床上玩什么？还蹬脚，蹬脚，特别爱踢。他生命在成长啊，所以啊，七岁八岁的婴儿狗都讨厌的，那狗睡觉他都跑去踢他一下，他两个腿啊跟那个狗啊长牙齿的时候不咬不舒服啊，我们人长牙齿小孩子时候不咬东西也不舒服，发痒发胀啊，他两个腿发胀，生命在成长。哎，等到慢慢中年以后，
大家坐起来就喜欢这样了，两个腿交起来已经不行了，到老年坐车就这样了，哎呦，根本没有生命，生命的死亡从脚底下开始。所以一般人说养精蓄锐，精力也从脚底下开始，精从脚底生。换句话，一个人发冷，汗也从脚底生。所以我常常告诉人，冬天，哎，穿袜子啊，你前上面的衣服拿皮袍包起来，下面光着没有用的啊，你把下面两个腿一保护好了以后，哎，上面少出一点没有问题。两个腿，你看老了以后啊，这个人你看大家，我们看到啊，你看男的女的，到了中年什么呢？嘿，中年有一个东西很快就出来，嘿，每一个人家里都种西瓜的，到了中年都出去买西瓜了，嗯，这样呢，就露这个样子了，啊，肚子都大了，屁股都下前面挺了，啊，慢慢以后老了呢，就不动了，两个腿不行了。死了一半了，小心啊！不过我两个腿还不错的，嗯，这是给你们讲笑话，你们注意啊！所以腿，这就医学上要研究了。我们要脑科，国际上脑科权威的医生在这里，他只管头不管腿的啊！啊，哎，脑个腿，只有释迦牟尼佛告诉你。左边的大拇指开始，左右两给脑连到的，所以手白骨关符要告诉你，关手左边的大指开始。他让我们家两千多年前在那个美国留学，还不晓得英国留学，他怎么知道那个什么英国美国影子都还没有了？哎，他怎么会知道？越看越奇怪，手白骨关，他告诉我们啊，高血压的人打起坐来，一观想把自己的头切下来，倒出来放在肚子里头，嘿，不到五分钟血压就下降了。他又怎么知道？所以我们啊，那么多老师，这位释迦老师真吓人啊，他的智慧学问不晓得多大。可惜你们都没有看到过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过吗？啊，看到，不错。哎，讲老实话，这些都是宝贝。你们要想修持，所以把财迷要发白骨关，就要好好研究，那是个大科学。这本书，我要怕你们后辈子看不懂，年轻人。又把他古文翻成白话，可我说我一辈子做事情有个毛病，做了一半不高兴就算了，切一半，所以每一部书我都写一半，下半部都不写，不翻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年轻人活到干什么呢？要接上来呀、啊！我没写完，你来写啊！还可是年轻人偷懒都不干的，啊，财迷药方。说人老了，那么先告诉这个，说等一下叫打坐的时候动两个腿的关系哦。所以老年人，哎，脚底都还发烫的，啊，坐下来腰杆挺的，这了还不停的长寿之相，啊。那个肚子大不是肠子不对了，就是你不注意骨头的形态。人明明端正站到很好，精神特别好，哎，可是人要出来喜欢这样，这样一来，整个体型骨骼都变了，变了就快死，死得快，不是快死啊，
快死冻死的快，那两个文字用的不同，有距离的啊。这个好能怎么死啊？一个正常死的人，常人，你们大概看死人不晓得多不多，因为我看的很多。为什么看得多啊？很多老朋友要走的时候，我都亲自去看他一下。还有些还等我来断气要命的，然后我来一抓住他，碰到我这个也怪人，好多老朋友，我手一抓住了，我说你这个手不要留恋了，你念阿弥陀佛快走吧，我帮你念啊，快一点快一点啊。还有这个我念的站在那里帮助他念了一两个钟头，他还不肯走，我说我不拉你了，你走吧，把手一放，他当场跑了。那很多人死，我们身体是四大，佛是四大九合，地水火风叫四大。这个你们眼睛都知道，还是你们学一学啊，不要懒。有许多身学的大菩萨、老菩萨、中菩萨都要写出来的。四大地水火风叫四大，我复一下。大就是大类，这个慢慢的改释了啊。所以我们呼吸都属于风大啊。人要死的时候，地大先发生问题。你看到医院来快要死的时候，你看到啊，躺在那里两个脚不能动了。所以我们这样就看到，你不能这个古书的时候读到论语啊，你就看到了孔子的学生曾子要死以前七欲足。为什么叫七欲足？自己两个脚没有知觉了，叫学生你帮我脚放好，七欲手两个手也不能动了，你帮我手摆一摆好。而今以后可以免服，他晓得自己马上要死了，他现在起我很放心，我知道一辈子没有做错过事，可以免除了罪过了，因为要走了啊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这种情形啊，人要死的时候先是地大风散，身体重了。所以我们假使年纪大了没有好好用功的人，就到自己的身体不听自己主张了，走路也不方便了，这个地大都出了问题了。告诉你，就是个信号，要死以前先是的，然后要死了，就走到这个身体，哇，到处不能动，压得很痛苦，身上好像，好，要死以前好像一个山压下来一样，大石千斤重压下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今天在座的好几位大名医都会救得转来，只要有办法，还有办法。第二步就没有办法。等到地大风散，跟到第二步来是什么呢？啊，水大风散，出冷汗了。一出冷汗，那个人正常的死啊，心里头、身体呢一出冷汗。冰的，你要晓得，我们做医生做朋友的，摸摸这个躺在那里那个病人，一摸到那个手那个汗出来，身体的黏的又冰的，对不住，很难办了，那叫做难办，真难办了，很难做了，那出冷，这个时候要死的人感觉说已经昏迷的状态来了。自己就到，哎呦，或者下大雨啊，或者在海洋中间漂，幻就通通来了，都做梦一样。这水大风散，然后身上一扣一扣汗珠就出来了，最后呢，上面就那个台子里头打滚，到了肛门一张开了，最后一次大便。也不是大便，最后大肠的这个液体一排，前面
小便的还有最后一次的精要除掉，这两个大小便的水大中冷汗一排的时候，完了很难受了。然后跟到来的风大与火大，就呼吸最后一口气断了。哎，我试过的哦，因为我看过，当然我还没有自己那么好的经验，我在旁边帮忙他试，我说你快点念佛，走啊走啊，还有些朋友念来一本子告诉我，你们注意啊。我知道没有办法念了，念了一辈子佛，到临走的时候我知道没有办法念了。你们注意啊，你们大家说念佛，什么叫念佛？然后我就骂他了，你怎么搞的，你心里念到佛不要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什么骂你的都不要了，你只要心里念的念就是这个念头啊。我说你念不出来佛，你怎么会讲话会晓得自己要死呢？那个就是念，大家念佛不懂是什么念，以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念，那是符号啊。这个也慢慢在加上，念佛有念佛法门的啊。这个时候啊，气断到这里，火大就断的了。我们晓得你们都上过唯识的课没有？我问你们出家的同学们都上过吧？啊，暖受湿三位一体的意识精神还存在，身上的暖气一定存在，意识还存在，意识一散掉了以后要死的时候暖气就没有了，意识就离开了，就灵魂离开，所以人死了以后，一佛的这个科学，你看他几千年怎么知道？所以讲六道轮回，假设这个人这一辈子的善恶的行为，来生还能够辨认，人中再来的，他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一断，你把他全身一摸，就是个科学，什么地方都冷了，最后这里还暖和的。来生能辨认，人道中再来，善恶兼办。这种人临死的时候一定，有些人更高级一点，很清爽，哎，家里的事情都吩咐好了，哎呀，然后眼泪掉掉，没有无可奈何就走了，胸口最后还温的，啊，那个人到中再来。如果有些高血压的、心脏病出来的话，这全身都冷完了，摸这里还热的呀。天道，不过天道里的风或者阿修罗道，他脾气大，死了以后也是天人阿修罗，被这一种的啊。有些呢，慈眉禅魔的啊，乌囊兮兮的，那个算是好天人，所以好人跟坏人分不清的了，啊，阿修罗天人是同等的了，都是上面。如果头顶最后还暖的，往生西方的。不过有时候走了半路又走东方来了啊，而是真的，不是跟你说笑话的，这个中间是科学，我现在大致跟你介绍。如果是死了以后，这个人这一辈子恶事坏事就多了，别出生的了，全身冷了，肚脐下面还暖的，出生道中，但是这个没有了，你摸不出来的，这种人死相都冻得很苦的，最后全身冷完，膝盖头最后还暖的，恶鬼道中，地狱道下下走的。哎，这个释迦牟尼佛，我们这个老师啊，这个本师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那个时候拿什么科学实验？什么？他怎么知道？可是真实的。好，
这样叫做地水火风都三光，就分明了，是过去了。哎，你注意啊，人就是讲正常的，我没有讲狗怎么样死的啊，蚂蚁怎么样死的，瞎子怎么死都没有讲哦，那都有啊，佛学里头都有啊，哎，你要去找啊。所以人家讲佛学是浩如烟海啊，啊，太渊博了，浩如烟海，那么渊博，那么高深，嘿，这四个字也害死大家，因为烟一样看不清楚，海一样，我何必去游泳呢？何必去烟里头钻呢？所以像你们一样不读书，何必就是那个样子啊？蛮好，何必念咒呢？浩如烟海怎么办？烟是看不清的，海是那么深，怎么去游泳啊？哎，真正要死亡正常的最后那一刹那是无比的快乐，可是最后一刹那这么淡字一声，什么叫刹那？刹那是佛经的话，梵文过来的，这么淡字一声，六十个刹那，刹那多快呀、啊！所以你觉得哎，完全离开这个肉体四大风扇的时候，就说很舒服的时候，已经昏迷了，没有不知道，那个真死亡了。大概这个死亡阶段，经过二三四个钟头，那我们人是讲，这个暂定的啊，没有标准，突然。梦一样醒过来，普通叫灵魂，这个不是鬼哦，这我们普通佛学没有叫灵魂的、哦、这叫中有生开始了，也叫中阴生，就是说这个身体死亡了，另一个身体生命还没有配合拢来，这个阶段中间存在阶段叫做中有，叫做中，也叫中阴。这个时候自己好像一个人睡眠睡过去，忽然醒来以后，哎呀，哎，我好像死了。可是看自己尸体看不到的，中国人两句老话，生不认魂，你活到自己这个灵魂，你也不知道。假设活到能够知道自己的灵魂，哎，虽然没有成佛成道，也差不多了，有点基础了，啊，你们好好打坐啊，慢慢认得吧，还不知道呢，嘿，这个，可是中阴身一醒过来，那一刹那之间有强烈的光明，这是一个科学的道理，生命的为什么？那个光明不是太阳光，也不是月亮光，也不是电法的光，强烈的光明，除了真的平常打坐得定，自己在圣光中看清楚了的人，那个时候一定这个光当中这个生死不来了，就成强假了，给这个世界。所以你平常这个光自己圣光都认不得，你到那个时候中阴身灵魂正盖，那个光一来，有时候把你自己的灵魂也吓散开了，散开了又乱七八糟来了，这是个科学，那是真的哦。所以你真的得定四才八定达到某一个境界，是一片真的圣光之中，不是有相的光哦，也并不是无相的光哦。哎，那你守到一个有相的光，也不是无相，这个在讨论。所以这个光一来，中阴身一醒过来以后啊。这个光一过来以后一刹就没有了，好，前面出现的什么
你这一辈子的所做的任何一点事，大事小事，一幕一幕电影一样，很快很快都出来。不止你这一辈子，前辈子、大前辈子、前前辈子，多少辈子，所有的好坏事情影子一样，片段的都套过来了。啊，因为所以佛告诉你四句话，释迦牟尼佛，众事真白劫啊，所作念不忘。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众事真白劫，所作的念不会忘啊，忘就是不会没有。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所以每一个生命转过来，为什么这个人寿命要长短，相貌要好看不好看啊，娇女也好不好，有些很穷，有些很得意，有些不得意，为什么都是？是佛法的道理建立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。假设佛法的因果轮回的道理都没有搞清楚，你是白学佛了。所以我们晓得有一位老法师，现在我不讲他名字，还活到的，他当年也做过很。学问也好，一个大方丈，他人家告诉我，他讲了三句话，我拍掌大笑。我说真讲得好，他是大法师哦。他说我告诉你啊，告诉大家，居士啊怕因果，这学佛的人很怕因果，他因果怕和尚，他和尚呢怕居士，这个轮回。三角的轮回啊，虽然这个笑话，学佛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这个道理没有搞清楚，你是白说了。大小乘的佛法，一切修持的法门基本都建立在这个上面，就是因果定律，就在自然物理科学里头也是公定承认，至生命定律里头通通是因果的道理。我们郭老板告诉我到时间了才休息啊，现在有个因果很重要，有点心吃的啊，这个因果最重要了。